哎呦，我有，该读。我有，哎呦，俺家不？哎呦，俺那家不？哎呀，你也，俺这母牛你买尿不？俺还没一大的，你不大，不大的。我娘，俺这母牛，哎，你不干？嗯，嘿，是包鸡胸肉的，个的啊？哦，鸡胸。嗯，有干那个的。 到莫非外地龙山镇发现，乌龟蟹往返就内地，各位村民大家要注意啊！乌龟蟹够，鱼盖有十分密切注意安全。我家被水淹了，广西玉林又被淹了。 支持他们去为现在这个社会去效力。哦，大爷，就现在，如果我们国家遇到危险了，您的孙子想要上战场，您作为爷爷同意吗？国家的事儿我管不着。现在这个社会，我不反对说现在这个社会。但是话说回来呢，我不支持他们去为现在这个社会去效力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啊？为什么呢？现在社会给我们的困难太多了。哦，您教育、住房、医疗。
各个方面。哦，你觉得老百姓很难？你老百姓现在确实挺难。哦，我就说实话。是啊。啊。您有退休金吗？我有。还有一点，大爷，您觉得现在咱们国家看病难、看病贵，存在这种问题吗？这个东西吧，我考虑，从我的想法说，确实是看病难、看病贵。但从于领导那方面的话，人不觉得看病难、看病贵，对不对？他们为什么能说好听的？他的私利都收回来了，所以说他公家的便宜他也占了，个人的便宜他也占了。说他净说好听的，您就说现在有些不敢说，对，他不敢说不好，知道吧？他怕丢了他的饭碗，是自私嘛？对，我老人我什么都不怕，对不对？还是那句话，就您孙子，假如现在要上战场，您作为爷爷，您我不太赞成，不太赞成啊，表示反对。对，咱还是顾好咱自己家孩子的安危。对啊，那有好多的领导为什么把孩子送到外国去了？中国不好吗？啊，您保养好身体啊！谢谢您。是吧？不是哦，那也不会特别久，就是也不可能有三十年。这看这个，就是看着还挺新的啊、嗯。这才换来，我旧都拆了。哦。这外边的旧都拆了，这新换新来。哦。哦。为什么要拉着围网呀、啊？不，这个这北京啊。北京。北京，你得去检查站了，你不可能让你各个地方进吧。铁丝网后面的村子是河北省廊坊市牤牛庄。视频一开始的那堵墙位于村子的西侧，我们跟协警大哥交流的地方位于村子的东北侧，而现在我们绕到了村子的东侧。看地图可以知道，牤牛庄村西北东三面都被北京市包围，只有南面跟河北省接壤，但是被京沪铁路和京沪高铁隔开，使整个村子变成一个孤岛的形状。尤其是拉了铁丝网以后，拉铁丝网的人可能是良心未泯吧，在村子的北侧和东侧没有采用金属板，总算给这个村子透了点气儿，透了点光，使它看起来没那么像一个监狱。同行伙伴说这个村子像一个集中营，但我觉得从位置和形状来看，它更像当年的西柏林。我们刚刚发现这个围网上还是有个漏洞的啊。那个村子，北京的村子叫徐柏村，柏林的柏，所以这片树林呢，我们可以叫它徐柏林。然后呢，这个墙呢，刚给它命名就叫柏林墙。然后我给你演示一下如何穿越柏林墙。这是勤劳智慧的河北人民在这个墙上发现的一个漏洞。我现在从北京先进到河北啊，别管后头。对，还是要小心一点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
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